我给你表演个魔术，我一下子把两个魔方复原，你信不信？那你来呗。好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张思瑶。今天呢，我要给爸爸表演一个我的拿手绝活——转魔方。我先要转这个，你信不信？我能复原这个。行，那你先把它打乱吧。你帮我打乱。好了，打乱了。谢谢。开始吧。好的。给。这么快。太棒了。耶、yeah! yeah! 还有一个呢。你肯定想看我。这个。吃的这么胖。这个我还没打乱，你吃的那么胖啊。哟，摔坏了！啊，现在我要开始复原飞檐魔方了。刚刚差点就把我的魔方给摔成碎片了。开始吧。好的。我运巧，这两个都跟我一起复原了。嗯，开始。好了，哇，这么快、嗯、一下子你就把两个魔方都给挑战完了。耶、嗯、耶、yeah, yeah, 再来一个耶、yeah, yeah, 那这样再来一个耶、yeah, yeah, 那我们再去买一个更高难度的魔方挑战一下自己好不好？嗯，好的，走吧。走走去买我的新魔方看看有多难。好像下雨了，没事，快点走吧。找到了吗？我们挑选的魔方就是这个呢。我们买了一个这个魔方玩具，又买了两个皮筋，怎么去结账吧。好的呀，又开始看这些玩具啦。啊、家里太多玩具啦，下一次再给你买吧。好的。嗯，来，爸爸把这个给你。这个放在我身上啊。我跟你说，好像国王一个啊，您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买了这个。哦，来，你帮我拆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我先复原这个小的魔法，看我会不会还原。开始吧。爸爸，嗯，这个怎么这么难？这么难啊！啊，不信你试一下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我要换一个。那你换这个看，会吗？嗯。这个太难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们学吧。好的。
我一会儿就傻呆瓜了。是啊，因为你不会魔方啊。那我们学呗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视频上面找教程，好不好？哪有视频？手机上不就是视频吗？好，慢慢学，好不好？你要什么味道的？黑的。去吧，去吧，有草莓味没有？要。就要拿一个黑的吧。草莓的，你到底要一个还是要两个？一个草莓的，给我买了一个真正用着你。走吧，爸爸。哎，这个味道就像草莓味儿。走吧。因为我选的就是草莓味。好，谢谢。像酱过醋的。嗯，再给我拿一个看一下。好。爸爸。我跟你走还是待在这儿？你在这等妈妈下班吧。好的。我要在这等妈妈下班了，爸爸再见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会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留言，我们再见。